爱哦。哦，这种就是小妹妹的感觉。可是这个看起来依然是自拍的吧？这自拍的，就是自拍。不然你知道手在干嘛？按电梯。然后人家在那边拍他，然后他手还放在那。所以不知道他现在长大了没有？恭喜三位。长大了，变不同，风格已经变了耶。天哪，变辣妹了。哦，也是一个。不过现在的女生好像都能够维持住不变胖哈。对啊，你平常都不吃饭是不是？前一阵子有被日本网友就是爆出来，就是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20岁，然后他是看到我17岁的照片，然后以为我才17岁，就是说是台湾最美的高校生自己。哦，高校生，但的确是。你现在是日本心中台湾最美的高校生吗？哦，没有，他们没看到其他照片。你讲完这句话，你等下面具拿下来，压力会很大。好，拉拉，我们要看你的现在的样子了哈。一二三，请放下。还是很可爱啊。哦，但你真的很可爱哎，浓一点，但长大一点，蛮日系的。哦，长大了。你们哈笑脸，因为我无法呼吸。那倒是，但是很可爱，就头发前面稍微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整个人才需要整理吧。不是，我是提醒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他。你现在在学校里面，你什么嘴？你什么嘴？他会自然的发出一个感觉很刻意的那种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无辜感，无辜感，而且他把他的舌尖放在他的牙齿的上排的下面。黄超星，黄超星，他是有点往下的嘛？对啊。才会耶，下嘴唇会抽搐耶。不会啊，他刚刚呕也是耶。哦，不是日系的，所以一定要走日系的人才行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天生的啊。我觉得哇，好强哦，很厉害哦。他会一直不自觉撅嘴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他还会这样哎。不是，我没有故意，这是习惯。我相信。刚刚没有讲，所以无名观的时候，你累积的人气是到百万而已吧？到百万，对，嗯。可是我真的没得露，所以只有百万，我也只能甘心。我觉得你可以露露看啊，舌头吗？来看下一位无名正妹照片，高中生吧，可爱可爱啊，小朋友的感觉。这个这等于没化妆了呀，这个这个蛮期待这种的，五年后的差别。对，我们来看看他吧，哈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。听说他的名字叫做圈圈，当时是高中生吗？17岁、18岁，高二、高三。你在无名上面的浏览人次到了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有点久。然后关掉之后，现在有在经营脸书吗？有，可是那时候没有跟脸书衔接上，就有一点跟无名一起没落。所以你脸书人也很少，毁了。脸书人也很少吗？就蛮少的。多少？大2万多。所以无名的粉丝现在看到你的话，会说你变成熟了吗？应该会。好，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哈。圈圈，一二三，放下来。你的妆太重了吧？可是你平常也没有在走那些什么就是可爱路线那种的吗？平以前会啊，现在很少。因为你认识那个拉拉吗？拉拉到现在都还在 Vogue。对呀。微撅吐舌啊，对，你会，你会微撅啊，哦，张开一点点，然后不知所措。哦，哎，这件事竟然是要天生的耶。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害怕跟害羞那种。冷冷的。难哦，他是很难，我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平常平常不会，所以拉拉是天生的耶。对啊，我就说他刚才像抠手，他就一直抠手，而且你袖子好长哦。怪叔叔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在上班。是哦，对，一般上班族吗？对，已经算是跟正妹这件事无关，就有点脱，有点脱轨。可是，在公司应该还是算正的吧？算是啊，就是自己这样讲，算是有一点，不是因为不能说自己是当轰炸死机了，不是因为我同事年纪比较大啊。你是因为吃力才不再冲人气了？对啊，我觉得太有曾经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很频繁的发照片，但是又觉得何必呢？对，而且
留言的人少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没动力，没动，没动力。可是内心还是有点 care， 是不是？一定会 care 啊，就是觉得跟以前落差太大了。对，这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你下一个阶段就会拖了。拖了。我以为你要讲什么金玉，我以为你要讲什么金玉良言。他就一直在卡在这个迷宫里面，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？他会变成人长大，21耶，四。24了吗？哦，那可以脱了。四十岁了。我们看最后一位的照片。哇，谁呀？看起来好像日本人哦。日系哦，这一定是万中选一的。他拍了100多张，200多张。好，我们要请他出来了。好，欢迎我们的最后一位。当今的穿着风格都跟我想的不一样。照片中的人不可能会穿这种高跟鞋。对啊，这个鞋子不对。照片中的人感觉就是那种会去华山艺文中心的样子。是你不是？你不是文艺女青年哦。我念书，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算文艺挂。你现在看起来不是文艺挂。我现在是时尚挂。你现在是有配一样的挂吧？会 why？ 有那种味道？怎么会？看起来就已经不是是不同的人生了。你以前是文青的感觉啊。我现在也是在从事一些写作方面，有点神奇。你肩膀里面那包烟可以拿出来吗？整个人就是那个痛掉了。然后你照片中抱着一只玩偶哎，你现在睡前应该是抱着 whisky 吧？服装不是你自己的吧？服装是我自己的，哎，国外设计师品牌，他很 fashion， 不要讲。一直有点生气的状态，没有没有，很冷静。好，我们要让他把面具放下了哈，一二三，放下。很多人 ，Kimiko 老师吗？对，有点像。对，他有写书。哇，他真的有写书哎！你是写书的人？我是作家，然后跟全职部落客，就是写任何关于。你看看他的作者照片有多可爱。真的？为什么要拍这样？我怎么了？不要伤害，不要伤害。不是，你把这双高跟鞋送人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它很贵。这不是你的 style 啊！我要驾驭它。我以前会跟你一起跳过舞啊！你说在夜店吗？不是啊，一起跳过舞是一个活动，然后你是代言人，然后我们就有六个女生帮你伴舞，然后你就是压轴 solo， 所以你就是 Kimiko 啊？不是，可是但是那支舞是 Kimiko 老师教我们的，而且我还跟你说可以跟你拥抱吗？因为我很喜欢你，然后你这样，好啦，那你就这样。他连鞋都学得好，这个道理就是鞋都学得好，这是一个戏精，这是真的第一次有人这样。你再给我晃晃看。没有关系，那个你一 Q 可以替你教训他。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一直这样哎，这样哎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，脑海中有一段旋律，好迷幻了他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是个你在中天摄影棚 OK。